雷霆干嘛？局势控制住了，下来吧，小雨。灭了他，诛他九族。等等，我要跟他谈谈。蟑螂兄台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对你们整个种族都极为尊敬。那你们就不能跟我们和谐相处吗？你能不能别出来让我看到？还有啊，你们能不能换个皮肤？一个个长得又黑又大，但凡你们长得萌一点，也不会一见就想把你们赶尽杀绝。这